莱克能派的只有预备队，预备队还被打残了。你跟昊天宗是什么关系啊？周老师说过，他们的直系弟子不都是姓唐的吗？允许见。我会出场。你敢残阵，还想你我们长宁学院？小心！说吧，你是十大凶兽哪一个化身成人？混进星罗帝国参加精英赛，是何居心？